丹戎士拔位于雪州瓜拉冷月县南部沿海，是个以渔业为主的典型小渔村。60年代，丹戎士拔的捕鱼业抵达最高峰，当时海面上随时都可以看到300多艘渔船一起作业。后来捕鱼业没落，渔民纷纷改行从事畜牧业。 如今，丹戎士拔农业发达，许多农民都拥有园地，旧渔村也发展为新村，成为旅游胜地。林文娇今年59岁，是土生土长的丹戎士拔人。这里是丹戎士拔的景点啦，拉达兰丹戎，它是靠近这个。 情人桥，这情人桥呢是五六十年前就已经有了的，因为当时是用木材做的，是让那个渔船靠岸啊。现在它已经因为政府已经建了那个避风港，然后渔船都挂在里面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呢就改为旅游景点了。平时我们村里的。 男女老少他们都会在早晨啊，或者是傍晚在这边做休闲呐。那还有呢，就是在假日的时候呢，有很多外地的游客都会来这里游玩。船只在海面划出一道道白浪，多数渔夫都将捕获的海鲜交给中盘商。这种贩卖渔货的生活，曾经是林文娇日日经历的。 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改行务农呢？穿上这套蓝白制服，林文娇有了本业之外的新身份。那双曾经卖鱼杀生的手。 成了环保惜物的手。师兄去哪里？现在回环保站了。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便和妻子一同卖鱼。不过当时内心慈悲的林文娇并不快乐。其实我就是觉得说不是很好，鼓励人家杀生也是鼓励人家吃荤啊。上人一直鼓励我们说要茹素，卖鱼其实是。 背道而驰的，最后我也放弃了那个卖鱼的行业。林文娇加入慈济是从环保入门，过去卖鱼的时候，因为受到慈济志工邀约，开始参加活动，但一开始林文娇其实很难适应。开始的时候，我去做环保的时候，还是觉得说。 放不下身段，因为我是个做生意人嘛，我现在来捡垃圾，就觉得说很委屈自己。第一次做了环保之后呢，我是觉得说，其实这并没有什么，跟我的身份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在做爱护地球的一种工作来的，是人人都应该要来承担这个工作的，因为垃圾也是我们制造的。 做分类，哦，因为他们已经分类好了，那我们来了，不要再打弄乱它。
来到丹戎士拔，四处都可见到农园，而农园里不止栽种着各类蔬果及薯类，其实还孕育着丰沛的循环资源商机。农产只要制作成液体商品，就会需要瓶罐。我们这里哦，有特别分类出来的这些酱油瓶子哦，是我们这里一些商家他们有制作双缸橘子水，他们都会来请购这些瓶子。这是石油桶，是我们这里的做木薯片、香蕉片的食物加工厂，他们是做非常大的外销全马的，一个月大概是用了100多桶。然后我们呢，主要是卖给一些人家有人口的，他们拿去装水，去喷那个农药的。除了各式瓶罐，丹戎士拔环保教育站回收最多的应该算是纸皮了。这里的土场很多这些木薯跟香蕉还有就是饮食业的新鲜新的都用纸箱装的，然后他们用过了之后，这些纸箱他们都会给我们了。丹戎士拔环保教育站是第一个由大马政府特批土地给慈济的地方，而从环保站升级为环保教育站，则是各种机缘的汇聚。除了珍惜资源，也发挥了敦亲睦邻与地方互利的功能。我们的雪州有在推广环保，经过了他们的很多年的统计他们发现说我们一年可以为县会，我们的县会处理垃圾的开销可以省下很大的一笔钱，好几万块的这个处理垃圾的费用。2008年，雪州政府开始推动环保政策，而慈济职工也在丹戎士拔落实资源回收，于是村长戴子勇结合双方环保能量到处呼吁推广，丹戎士拔从此成了典范村落。但今天的环保站还是一个星期，那边还是一个星期还几天呢？我做村长整十年，这十年来了，因为经常我们有社团的什么都是有宴会我都上台支持，我都有每次都有再三呼吁他们然后讲我处理这个垃圾问题。如果环保的东西，你可以通知一些志工们，大家都不错了，现在做到都很好了，比往那些完全乱丢的就不会咯。走在丹戎士拔的街道上，可说清爽干净，很少看得到垃圾。如今丹戎士拔可说人人都认识慈济环保教育站，而这宽敞的空间其实早期源自于一棵大树下。这个大树下呢，是我们最初慈济环保点开始就在这里。那当时呢，就是非常的困难晒太阳，同时呢，如果是下雨呢，也会需要淋雨的。我两个桶，有一个比较小的，很麻烦了，不过我很快乐，也是很自由了。这个是蓝师姐，她是我们最早期的环保志工，非常勤劳。吴武龙是丹戎士拔环保教育站的站长，芝兰阿嬷则是这里的老前辈。吴武龙从2009年开始加入环保行列，虽然与芝兰阿嬷相隔20余年，但爱惜资源的心却是一样的。这个酒是开刀的，
这边七八层跌倒，那里面还有七粒螺丝，还有铁，七八粒跌倒，那这个往破去。然后这边也是这个气头坏了，也是去放。我腰骨后面还有开到这么长，现在我不会跑路，跑很远了嘛，也不能够站久，站了几分钟我就整个痛啦，受不了。芝兰阿嬷今年83岁，年轻时期在油棕园工作，受过许多伤。虽然行动不便，但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到环保站报道。除了活力满满，芝兰阿嬷也相当灵活，各种工具用来得心应手。啊，这些刀就是全部我带来的喽，拿看。这些是开东西，这些割东西的喽。这个洗贴的，这么我要放出这边啊。我看那个书包啊，那个小孩子推的那书包，里面有一半是那种阿姆酿的，阿姆酿很好叫哦。我们就打开来打了就，有些可以拔就拔，不可以拔我就熬断，分类啦。铁才几毛钱，那个几块钱哦。这个是有些这边吃的，有些是我儿子他们买东西他配来的，他用了不用了不用，我就把它收回来我用了。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过了20年。我们成立了，我就做到现在。我现在这边我最老，我最久。成立做环保，我就去做了，我这么多去摘东西了嘛。以前我家那个火拿杆啊，不是这种啊，后面有那个可以绑那个香头啊，那个篮子啊。起初做我就进了，在那边海边啊，这个是很好聊了，真的很快乐，很安乐，很安心啊，真正。芝兰阿嬷背后的凉亭，原先是政府让居民投放回收资源的地方，如今周围的土地已经扩建为环保教育站。对芝兰阿嬷来说，这里不仅仅是处理回收资源的地方，更是他例行环保哲学成为晚辈们效法的小道场。我怎么都不会啊，也不会写字，不识字，不会承担，就是有这样的工给我做，我就很感恩了，很高兴啊。走到最后一口气我就讲，是供我们这里的菩萨们每个都佩服他，很钦佩他，因为他身体都已经行动不便了，他还是驾一辆老摩托慢慢驾过来。哦，这刚一不买啊。环保似乎有种难以解释的力量，十多年的时光已经彻底改变了吴五龙的个性。虽然是以前还没有做瓷器的时候，我是过年过节啊买一点衣服来穿啊，现在我感觉到不需要了，因为自从做了环保，我知道那个东西可以用的，我们就不要浪费，尽量节省。节省惜物早已成了吴五龙的人生观。提起当年开始做环保的因缘，是从一辆罗里开始，而这又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当年从事土产生意的吴五龙拥有两台罗里，用来载送货物，而这台罗里正是他与瓷器环保结上缘分的媒介。10多20年前呢、啊，那文教师兄就来跟我借罗里，要去载环保。有一天为了方便他，他说人工不足，叫我去帮忙驾驶跟载环保。做的好像认同做环保是好事啊，就经常有出来帮忙这样。这一支烟啊，这个边的啦，早上我去拿叫你找吗？一个多钟头这样子啦，因为回来了我再等到我矿吃饱喝，吃饱完了我才来收拾。一部罗里承担着使命感，如果没有它，许多本地居民或许就很难养成好习惯了。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浪费掉，有他们我才有去做了，没有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没有车我怎样去做。一日环保之功，终身环保之功，对吴五龙来说
守着环保教育站似乎就是他人生的意义。近两年我没有去守，因为我填尿已经很久了哦，现在年纪大了哦，脚很酸痛，经常很酸痛，要爬上爬下就很辛苦，所以就有人代替了，现在就让他们去做了，我在这里打理这样。这些都是餐馆他们啊、留给我们的，他们也是很扶持，大概有60%的餐馆呢，他们都会把资源留给我们，而且他们都是我们的会员哦。根据那个布拉斯讲咯，要补皮咯，这样咯，啊，还有点罐头啦，这样扶不起来了这样。玻璃罐啊，这东西是环保啦、啊，可以卖钱的、啊，一个5毛钱我也是不卖啊，我说很实际的。草根志工也是丹戎士拔的一股教育力量，而观光村落、环境、地球逐渐产生连结。早期我们这里的啊环保志工呢，他们是啊骑在罗里上，然后拿着大喇叭在宣传，还会挨家挨户去宣导。在我小的时候，天气都是很凉爽的。可是长大了之后就觉得说天气越来越热，气候一直在变啊，所以环保是真的是很急需要的，很急。身体的感受是最真实的，天地人之间唯有平衡才有可能和谐。每一天，林文娇在环保站处理好回收资源后，下午才会开始打理自己的油棕园。这里让她感受到与万物和平共处的踏实感。我的园口里面有很多山猪、很多野鸡什么，他们都不怕我，我也没有怕他。啊，我们都是各走各的，没有说啊，看到啊会有一种冲突的感觉。这些草要往上拉的，因为它根全部向下啊，养子植物啊，它在这个树的身上呢是会吸收树的营养。我在拔除这些野草也是在拔除我的啊思维里面的很多的啊杂念，让自己比较清静一些。静下心来与自己对话，从环保站林文娇开启了新的人生。放弃卖鱼务农当志工后，她的个性也随着柔和与温暖起来。以前啊、好像我在家里，我家里的小孩都不会说要来接近我，因为我总是觉得说会比较严格，然后脾气也很坏啊。后来参与了慈济啊，就觉得说我们要爱我们所爱的人啊，所以就是慢慢的会自己会向孩子说爱，会向家人说爱，也会向我们的长辈说爱。我要感恩的就是说我有幸，我有这个跟善人的这份缘啊，认识了慈济，加入了慈济之后，真的我们全家人都有在改变，我跟家人都可以很互动，我的儿子女儿他们要出门都会抱抱我。回到环保站，志工与居民默契十足，可回收资源不再是大家想要随手丢弃的垃圾。都很多年了啦，都有都跟住了。储存咯，储存差不多满了，我就再来咯。啊，有时他经过啊，每个拜二啊有来这，我就放路边咯。因为可以环保，不会浪费东西咯，啊，就也可以帮助到人们啦。早期的
乡村人啊，他们吃东西也好，家里的东西也好，垃圾就是往外丢，乱丢，都没有跟你说什么叫做环保，再不要你就烧，拿去烧掉。现在我看到很多改变，因为现在很多他们都会自己自动拿过来。环保教育站除了汇聚邻里之间的可回收资源，也让民众更能了解环保的重要性。这些成果来自一个个默默付出的身影。我们这位师姐啊，她很用心，早上每一天她都会为我们打扫这个环保站，然后中午去跟人家包菇，包了11点回来，又回来煮，跟我们煮香鸡。看什么哪里呀、啊？什么不没有做的我就补去了。人手少嘛，所以每次人家讲环保站是很肮脏的，可是哦，我其他哦，可能是做到不会做到很好，可是我地上一定要跟他扫清洁。环保教育站内每个志工发挥所长，有的负责宣导，有的负责再送，有的则负责打扫，一个个小螺丝钉结合起来就是大力量，而他们寄望的是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希望将来我的年纪是这样大了，但是我希望能够找多一点年轻的青年人出来做慈济了。像我们就年纪啊，能够维持多少多久，再下来没有人接下班怎么办，就是我们要这些年轻人出来帮忙，然后再传承下去，让下一代能够好好的维持环保生活，以后我们的地方就会清洁清新。